Golden Wave 听团演唱会日前在高雄举行，台湾孩子舒华除了表演之外，也特别担任串场，与主持人邱英宇来个超可爱互动环节。Nicholas 王义翔这次也圆梦随团，首次回到家乡表演，打招呼时免不了有主场优势。真的感谢 Golden Wave 给我们这个机会，然后我们今后也会继续努力，然后展现更好的表演给你们，所以请继续支持我们，谢谢。